诡异梦境大解密，医生断言有这病。潜意识告诉我，哎，我该醒了，但是我就是醒不来。还有一个，有人一直在后面追你，追得好累哦。其实这种被追赶就是白天会比较焦虑。我自己都曾经亲身经历过，医生只跟我讲了一个病，叫做胃食道逆流。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这是有影无》。以上节目由娘家好福敏冠名赞助播出。